少爷这几天跟我闹脾气呢。他应该是想小宠物们了，把小宠物叫来吃个饭。少爷开心的腿都蹬直了。嗯，为什么他俩是一样的品种？这个怎么愣头愣脑的呢？带少爷出来放松一下，行了吗？啊，可以了啊。小乌龟能有什么烦心事儿呢？除非碰上肇事逃逸的，就像这样。都是摄像头，你能跑哪儿去？别飘了，赶紧追呀！为什么他们都这么爱爬高呢？看见没，又过去爬去了。爬高这事儿还是他们二舅厉害。你们看他小时候多吓人呢，他现在肥的已经不能仰泳了，但是打个样爬个石头什么的问题不大。去吧。那是鱼粮，是给你大外甥宠物鱼吃的。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呢？不敢抓鱼，吃人家鱼粮。你爬好了，我给你吃好吃的。哎，你这只龟怎么这么没素质？少爷醒了，看着窗外飞起来的小鱼，还有这500平米的大客厅，他会是啥感觉呢？你们说这小龟有烦心事没有？少爷呀，醒醒了啊！哎呦，少爷脑瓜磕床头了。这个缸我准备养5种小怪物，这样我看雨林下雨的同时呢，还能看到一个河流。咱们现在整的是承重墙，这5种小怪物得高低错落着来。这地方等少爷长大了能晒壳用，安排2个霸气的门头。少爷待的地方呢，其实只有这么大。没错，这就是少爷的主卧，这么好看的套房，不得把少爷迷疯了。正好的小水怪到了，主要介绍这种电光毒药的宝宝，这就是我之前养的，长大以后五彩斑斓的籽，先给他们过个温。这地方再放一只乌鸦仔，现在该铺地砖了。我可太喜欢扫这玩意儿了，贼解压。素进入软装部分了，放点龙眼液提提味儿，不是提提效果。不知道加完水放了鱼是个啥效果。先把少爷的加热棒安排上，还得有个应急电源呢。这正浩的得2000型号，容量大，咱一会儿测一下续航能多久。不同于机房的 UPS， 它这个接口啊就很简单。咱们现在开一下过滤，看一下效果，成败在此一举啊。我怎么有点晕水了呢？我这屋以后不用开空调了，看着就贼凉快，甚至都能钓个鱼啊。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能看到电光毒药在盆里巡游，这盆里哪是鱼啊，这是一部手机啊。先灌好水，模拟停电的情况下，我这正耗的得2000，它能支撑24小时，而且它还很智能，可以手机 APP 操作。养鱼整一个，省心也划算呢。你们安心的去吧。少爷搁这看小鱼溜达呢，他还没见过他800平的大客厅呢。我的四须龟也会开花了。啥好人天天这么躺着，这不都躺废了吗？你吃完饭啊赶紧上学去，听没听到？要把龟粮先泡软了。你瞅我干啥呀？我像龟粮吗？哦对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吃饭，没见过，找他们二舅给他们打个样。不好意思，整反了，咱们的一代养龟，看你二舅怎么吃的，学会了没？给你们看看吃饱了啥样啊，玩上了。我们现在换一个场地来上体育课，场地确实有点大，得教会他们怎么上晒台。Get my happy, happy girl. 还得找他们二舅打个样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找错了。看好了啊，游累了以后在上面趴着，看懂了没？嗯。你净骗人，你都没看着。你往那边看看。服了，坐上鱼疗了。哎呀，这我都没做过呀。为什么没有小鱼理他呢？不过那也不耽误。